进入消失方块的大脑，他们已经在迷你大陆消失了。之后琪琪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红色炸药桶、工具台、彩虹蜘蛛，这不是迷你世界消失的方块生物吗？走开走开，别想进入我的大脑。还挺凶，我喜欢。哇塞，这还有绿眼蛙，传说只有一只眼睛，怎么没有了？那是因为我眼睛在后头，还有我的史萌萌。后脑勺长眼睛，还挺别致嘛。是你看反了，看反了，什么后脑勺？哦，原来是我搞错了。既然搞错了，那我就进彩虹蜘蛛的大脑。你就不能先看看我的大脑吗？我不，彩虹蜘蛛不让我进，我偏进。相传彩虹蜘蛛生活在原始森林，这里遍地都是彩虹蜘蛛。达尔文物竞天择在此依旧适用，经过不断的尝试进化，成长为巨型彩虹蜘蛛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？彩虹蜘蛛这脑子里想的是啥子呗？在想怎么变成大眼蛛啊？这原来彩虹蜘蛛消灭了所有蜘蛛，变成了大眼蛛，果然很达尔文。Nice。看看这绿眼蛙脑袋里在想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什么？一定是搞错了，你呀、是独眼巨蛙，是地心人的前身，我都听小伙伴说了。策划听到这儿已经暗自神伤，我生活在史前蒙眼星。看出来了，确实很蒙眼星。原来在6年前，你便在迷你大陆摸爬滚打。当年你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回到了蒙眼星，你便与他们同流合污，回来占领米拉星。你终于相信我了，当我是这里的国王，你信吗？我信了，我真信了。他们都是你的子民，原来你才是蒙眼星的幕后黑手。我要代表米拉星消灭你。像你这样的，我都懒得用手。史萌萌一口唾沫就把我赶了出来。工具箱会想什么呢？这就是工具箱的大脑。食物、装备、电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出果汁了！难道说各种食物都可以在工作台制作，不需要烹饪蒸煮？那装备也是啦，这工作台可真方便，想要什么都能够在工具台里合成，少了繁琐的步骤，连电路啊都不需要高级工具台生成。虽然很方便，但这时代在进步，需要烹饪蒸煮的食物需要高级匠台制作，我想更加合理吧。红色炸药桶，这世界真的存在红色炸药桶吗？天哪，还真的是红色的，让我进去瞅瞅。里面全都是红色炸药桶，你说这火药桶会不会爆炸呢？放心吧，只有新能量才能够点燃我们这种史前物品。脑子里确实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有一个开关没有新能量，我试试。呵呵，上当了，开关是启动新能量的，让你跑进我大脑来。这红色炸弹的威力居然把我送到了10万米的高空，我愿称你为核弹。